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的10月10号啊，星期二，农历是8月21号啊。那么今天呢，明天呢是我们的燃灯啊，古佛的那个圣诞日啊，圣诞日啊，希望大家多多念经啊，啊，求我们的佛啊、菩萨都能够保佑我们啊，平安，岁岁平安。好，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好。喂，你好。喂，师傅。啊，你好。师傅你好。你好，你好。弟子给您请安。谢谢，谢谢。感恩师傅慈悲，感恩师傅、我们现在家里头一切都非常的好，感恩师傅。对呀、你就是懂得平安就是福啊，真的。是师傅。啊，平安就是福。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请师傅帮一个同修看一个，1989年属蛇的一个女孩子，看她看一下她的腹部的宝宝健康，师傅。几几年呢？1989年属蛇的一个女孩子。89年属蛇的。对。89年属蛇的。看她的那宝宝肚中宝宝的健康，师傅。年属蛇的。嗯。还好了，有一点点小问题。嗯，那师傅应该怎么办呢？师傅，有一点小问题，他的这个图腾看上去，这宝宝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是师傅。我看得到。第一呢，妈妈要注意营养。现在几个月了？那位师兄没有跟弟子讲，应该刚怀孕左右，刚怀孕。叫他第一呢，要注意营养，注意营养。嗯、第二呢，不能着急，因为这个妈妈呢，我看她的图腾呢，这个属蛇的啊，这女人呢，她的脾气特别急。那是。脾气急，而且呢，她很多事情放在心里还很不开心，你明白吗？明白师傅。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样对宝宝的健康非常不好。是是是。第二个呢，叫他吃燕麦。燕麦，好的。好吧，还有呢，吃每天要吃一个苹果到两个苹果，这个苹果那个维他命 A 特别多，还有维他命 C。好吧。好的，师傅。鸡蛋要吃，每天要吃一个到两个鸡蛋。好的，师傅。那师傅，你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灵性走了吗？有啊，有啊，有灵性。你叫他。他身上有其他法门的菩萨。明白了，明白了。他可能过去求过吧，也不知道他家里人帮他去求了其他法门的。没准这位师兄，有可能是。是啊，我跟你说的。啊，感恩师傅。那师傅啊，他需要读多少张小房子呀？叫他呢，学佛人呢，最好呢就是能够呢，学什么法门嘛，就好好学啊。他愿意学其他法门也好好学，学心灵法门嘛也好好学，明白吗？明白了，师傅。啊，就是小房子，如果从目前来讲的话，他至少67张。67张。还要放生，放生。师傅放生多少？至少1700条。1700条。慢慢好的，师傅。慢慢放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请在师傅帮看上一个盲人，他的名字叫韩希明，韩国的韩，希望的希，明天的明，男是2017年往生的。上不去。在哪里啊，师傅？阿修罗。在阿修罗都没到啊，本来在阿修罗好像像掉下来一样。现在还是在中阴身啊，就是在中阴身。好的，师傅，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240。240。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最后一个，再请师傅看一个盲人，他叫魏建平，守卫的卫，建设的建，平安的平，男的，
2013年往生的。魏建平是什么平啊？啊，平平安的平，师傅。建平。男，2013年往生。魏建平。这人个子不高。嗯嗯。嗯，他在阿修罗道比较低的地方。阿修罗道。比较低的地方，啊、不是太高，嗯。啊，那师傅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他还能上去，他至少97张。97张，好的，弟子记下来了，感恩师傅，弟子再次感恩师傅慈悲，把我们家里头平平安安，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好，好，弟子没有问题了，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好，师傅再见。再见，再见，嗯。喂，你好。喂，你好，陆台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香港打来的，请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妈妈、感恩我可以打通电话、我要跟菩萨忏悔、跟师父忏悔，我学得不够好，不够努力。对呀，对呀、啊啊，请你原谅我、要好好努力啊、感恩师父、师父、我是75年的，我是75年的兔子。我看一看啊，请求你帮我看我的身体和我的工作。你的身体，我、有腰痛哎，腰很酸痛啊，对呀、腰，而且你的关节也不好，好了，麻烦了，灵性不让他打了，把他电话都卡了，你们试试看呢，灵性把他电话都卡了，看见吗？所以我跟你说，灵性太重了，所以一个人每个人都要好好的修啊，真的被灵性控制住就完了，没办法了，因为刚刚断掉之后再重新启动的话要10几秒钟，所以根据刚才那个香港好不容易打通的那个电话啊、就说明一个人呢、真的要好好修啊，灵性有时候盯住你的，因为你自己不好好的还债啊，他就一直盯住你，他让你苦啊，让你讲不出来啊，那么你说为什么我这么苦啊，那因为你上辈子你欠人家了，或者你这辈子啊害人家了，你不好好修，你嘴巴里讲了不好好修，并不是说讲完了就没事了，你知道这什么后果吗？后果就是你打不通电话了，你不能闻到正法了，你一直碰到倒霉的事情了，你啊你在学佛当中坎坎坷坷了啊，时而好时而不好了，退转了，这些全部都跟你修的不好有关系。喂，你好。喂，师傅。哎，你好。师傅你好。你好。感恩师傅。师傅。您能帮我看一下图腾吗？我是75年属兔。我看看啊，75年属兔。谢谢师傅。啊，找到了，你说看哪方面吗？啊，师傅您帮我看一下身体。我看一下啊。啊，腰、腰不好，腰酸背痛，是。还有啊，我告诉你，睡眠不好。对，睡眠很轻。你这个人没脑子的，你现在有两个大问题啊，你现在的记性越来越差。是的，师傅。啊，还有啊，你掉头发。是。还有眼睛也酸痛。是的。颈椎也不是太好。是。你这个你讲吧，师傅，我就觉得你感情上、感情上要特别注意，你感情上会受伤，你听得懂吗？知道了，师傅。师傅。我去年做过一个肿瘤的手术，我念了1年的小房子，你看在妇科上。在妇科上。是腹部的，是的，腹部的，师傅。就是在子宫的边上。是的。
师傅，那我打他的孩子抄走了吗？我看看啊，几几年属什么的？我75年属兔的。75年属兔。哦，还好啊，蛮干净的嘛，现在。啊。蛮好啊。啊。做了之后，现在我看也没有什么复发的迹象啊，也没有什么这个有扩散的都没有啊，嗯。啊，师傅太感恩了，师傅，我这个三个打胎的孩子已经抄走了吗？我看看啊。谢谢师傅。一个，抄走了一个，两个。嗯，还有一个。师傅，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的。对，你应该这个孩子应该到你梦里来，来你来看到过的，应该你做梦做到过有一个孩子的，嗯。是的，一个男孩子。看见了吗？嗯，是的。现在知道了吗？是啊，他要师傅，他梦里跟我说他要跟我一起生活。看见了吗？跟你一起生活吗？就是小鬼呀、啊，小鬼要跟你一起生活啊。师傅，这个打胎的孩子还需要多少小房子呢？我看看啊，嗯，啊，打胎的孩子，嗯，59章。啊，谢谢师傅。你赶快念了，我觉得你现在是蛮干净，嗯、明白了吗、嗯？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啊，嗯、这个把一些那个尽量能够减少自己对身体的污染，嗯。嗯，师傅知道了。要清修啊，慢慢的要清修了，嗯。啊，知道师傅。啊，因为你皮肤也蛮白的。啊，然后呢、啊？是的，是的，我都看得见的。然后就是告诉你、啊，你自己呢，因为是跟天界有点关系，所以你要是在人间再这么乱来的话，你可能会对你非常有那个影响，明白了吗？嗯。啊，知道了，师傅。嗯。嗯，师傅，我再问一下，可以问一下梦境吗？讲吧，快点。嗯，师傅，嗯，我前两天做梦，5点多做梦，梦里有一个黑的人来摸我，师傅。啊，知道了。嗯、知道了、哦。这个是。这是灵性啊，这还不懂啊，鬼呀、啊，来摸你了。啊。啊，这摸你不会摸好地方的呀，就是这种东西啊，就是你自己。是的，师傅。我知道的，一看嘛就看到了，这个灵性嘛就是。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感情啊，听不懂啊。啊。明白了吗？啊、是真的、啊，是真的鬼来摸，听不懂啊？这感觉也是真的，师傅是真的。你当时在梦里感觉像真的不啦？是真的，师傅。啊，好了，知道嘛就好了。所以要相信啊，以后死掉之后，所有的感觉就跟梦一样的，很真的，真实的，明白了吗？是梦，但是感觉是真的。所以你要欠人家的，你死了之后，你还得给人家去玩弄啊，听不懂啊？欠人家的呀。哎，师傅，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呢？哎呦，这个人，这个鬼要的蛮多的，哎呦，要89章，嗯。啊，师傅，知道了，我在。你刚刚那个孩子，你可以49章就可以把它操作掉，这个要89章、啊，嗯。知道了，师傅。嗯。好吧、嗯，不要欠人家情了，真的，你们过去不学佛，什么都不懂啊，真的可怜了。是的，师傅，我知道、以前做错很多事情。现在明白就好了，很肮脏的事情啊，听得懂吗？嗯。嗯，知道了，师傅。嗯。师傅，您看一下我小房子念的质量怎么样？很好啊，蛮好啊。哎、谢谢。嗯，谢谢师傅、嗯。师傅，我是不是放生就是一直坚持放生就可以了？对啊，放生嘛，你就坚持放生吧，也不要多，但是要坚持。有的人一个星期每一天放一条啦，一个星期放7条都没关系、嗯，但是要坚持，你听得懂吗？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对不对啊？对啊，而且不做坏事，对啊，这很重要、嗯、啊，好吗？嗯。感恩师傅，那就这样，嗯，好吧，嗯，师傅辛苦了，谢谢师傅，再见再见，嗯，再见师傅，师傅保重，嗯。
大家记住了。喂，你好。喂。你好。啊、你好。师傅打通了。哎。弟子给师傅请安。谢谢，谢谢。师傅，那个，我是1973年属牛的。我一直觉得我身上有好几个灵性，请您帮我看一下。看一下啊，73年属牛的，啊，一个灵性在妇科，嗯，还有，所以你的妇科不好，两个腿疼痛，关节不好，嗯。是的，是的，我月经一直不正常，知道了吧？就是试了很久，就是这个灵性在跟你搞啊，嗯。然后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他不让我睡觉的，我只要躺下来他就推我。哎呦，还有一个在你脖子上，就两个。我老觉得我颈椎不好。颈椎不好。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让你睡不让我睡觉的。对呀、啊，不让你睡觉啊。这个我看看，这是一个。真的不大好，不大好意思讲的了，老鬼啊，真的是，嗯。是啊，我觉得他在弄我样的，那个我知道我。就是弄你。我想问问你看呐，不好意思啊，我想问问你看，你的公公还在不在啊？在的。还在是吧？在。啊。我爸爸过世了。你爸爸是吧？你爸爸小时候是不是很爱你啊？没有，因为我家里孩子特别多，我是最小的女儿，我从小没人喜欢我，我觉得最小的女儿们最喜欢了，最小的一个们最喜欢。你等等啊，我家女儿很多，我现在儿子很少。我现在问你，你现在想一想，你家里几个过世的男的，老年纪大的？我现在 我外公。好，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描绘那个人的样子，你看看像谁，好吧？啊，头发花白。脑门蛮大，往后面梳的，眼睛不大，鼻子蛮大，个子高不高？个子我看啊，大概个子也是1.72-1.73米左右。那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没有这么高，我爸爸比较矮。嗯。那个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你爸爸，我再给你个特征，好吧？啊。死的时候牙齿很不好。没有这样的。那不是他。他们死的时候我都在身边，他们没有这种特征出来。牙齿啊，就是牙齿很不好，掉好几个牙齿，我现在看到他后面几个牙齿都没有的，嗯。可能我不记得了，有可能是我爸爸，我搞不清楚。你爸爸是不是？我问你啊，你爸爸是不是下巴壳特别短了？下巴壳。我爸爸最大的特征就是他脑门比较高。好了，那个、我刚刚讲了吗？我刚刚讲了吗？讲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脖子不长，脖子不长。他矮矮的，他个子不高的。个子，但是我1.65米的样子。1.65米，但是我看上去像1.7米左右，嗯。嗯。穿的一个，平时专门在家里是不是穿中山装了？他喜欢穿中山装。好了，喜欢穿。你讲了不要讲，就他了。嗯，赶快给他念吧。那我要念多少张，师傅？我看看啊。啊，看到了，嗯。你给他念多少张是吧？他叫你给他念103章。行，我会念的，我会念的，就是说，嗯，那个因为我从小就被鬼压身压得很厉害，就是这样。我想看，我想让师傅看一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冤结造成了我今生这样的悲惨的命运。你上辈子是个男人。我现在看到你上辈子一直欺负一个女人，哦，而且我看见你掐她脖子，哦，你有没有人家跟你吵架的时候掐你脖子过有吗？有的，但是那个好了，不要讲了，我告诉你，就是你了，所以你这个男人很恶，
明白了吗？哦，我忏悔，我忏悔，师父，我忏悔。而且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他一定，这种冤结必须要报的，明白了吗？哦，好了。我就是我现在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主要就是妇科很不正常。月经经常是几个月不来，然后来一次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两个灵性，你自己这个妇科的话，我告诉你就是欠的情债，还不懂啊？我知道的，我知道，我忏悔，师父，我向您忏悔，向观音菩萨忏悔。你赶快，这辈子你犯了很大的邪淫，对呀、啊，而且又犯邪淫，而且呢，自己呢，脑子里呢还不干净，明白了吗？我控制不住，我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也得控制，你是人不是动物，对不对啊？我知道，我错了。你自己再不改的话，我告诉你，一辈子就半人半鬼呀、啊。明白了吗？其实我已经是过了这么多年半人半鬼的生活了，我很后悔。后悔吗？你没有碰到心灵法门呀？你现在碰到了吗？你就好了吗？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我这个妇科查了很久，我没有。没办法的，这灵性在妇科上，你怎么查？我跟你讲了，你跟我注意点了。你现在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他整天搞你。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要把它念掉，不念掉你妇科好不了的。你这个要念多少章，师傅？这个了，这个就这个人呐、啊，就刚刚叫你103章啊。哦。我许了愿，我许了一个680章的愿，我赶快念，再加100，赶快念，赶快念，念到后来会好起来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师父今天给你看过之后就不一样了，上面知道的话你就会好了快了，明白了吗？因为他每天在我身上弄我，有时候压我的背，有时候我睡觉就推我，然后动我。现在知道了吧？现在知道了吧？现在知道痛苦了吗？上辈子搞人家呀，现在还有很多男人整天这么搞自己弄老婆啊，去搞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这种报应如影随形啊，真的很苦的啦。现在明白吗？我错了，对不起，师父。现在知道了，好，礼佛要念呐，礼佛每天至少三遍。我念了5遍，每天念了5遍。好好念吧啊。真的。然后师傅看一下我的图腾颜色，还有我打胎的孩子走了没有？现在知道痛苦了，噪音的时候不知道，果来了就知道了。因果定律。我流产。等等，我再看，还有两个。我还要念多少章？因为我已经念了很久了。你把你600多章里边拿出来，43章给两个孩子就可以了。哦，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还有啊，因为你打胎的时候是完全把这个孩子弄了，已经有一个孩子已经稍微比较有点大了，你知道吗？所以业障大，明白了吗？好了，是有一个，但是那个不是我要留的，是他在我肚子里，就是保不住了才做掉。对啊，那不管他灵魂还在啊，所以最后好了，最后弄的嘞，真的一块块小肉一样的，这个真的很惨的，人家怎么会不记住啊？我向那些孩子忏悔，对不起。你们记住，曾经有一个妈妈啊，叫台长看图腾。后来我给他看图腾，我说这个打胎孩子，结果他妈妈就在电话里跟我讲不卖账嘛，他就说哎呀不是我要自己要留的，他在里边怎么，你知道这个小鬼跟我说什么话？说他自己啊不当心我啊，就是说啊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妈妈不当心啊，听得懂吗？是我也是这样，对不起。你不是你害的，这不是间接害人呐、啊。我错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我错了。现在知道了吗？赶快好好忏悔，我告诉你，你现在还算来得及了，我告诉你，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好了，没事了，师父给你。给你看了之后，你就会，你就有点像赦免你很多的这个不好的罪一样的，听得懂了吗？对不起，嗯。师傅，请你看一下我的莲花还在不在？我是9807号弟子。9807号啊？是的。9807号，9807。9807，哎呦，9807，哎呦，怪不得的，怪不得鬼不走哎，你已经没了，莲花都掉下来了，哎呦，现在知道了吧？知道了，我错了。你知道鬼经常在长期在身上的绝对不好，明白了吗？很痛苦，很痛苦。所以你赶快啦，赶快换掉啊，赶快啊！师父救救我！现在明白了吗？嗯，救救我！嗯，救救你，我已经在救你了。你今天打完电话就会好很多了。好了，好吧。感恩师父，请师父看一下我母亲亡人胡梅花，因为她死后她的坟被人挖过，我一直在给她念五月胡。梅花就是梅花，胡梅花。胡梅花是吧？嗯。胡梅花，好，妈妈倒给你抄抄阿修罗了，嗯。哦，那我还要再给他念多少张师父？嗯，妈妈在阿修罗还蛮高的，蛮好的。你要给他超度才不一定上去呢，你再给他随便随你便吧，哦就是、随你便吧。随缘念了，就不一定再要许多少张了。啊、好吧。我很担心，因为他的坟，他下葬以后，他的坟被人家挖开了，然后我们一家人都很伤心，就是这个、把他迁了好几个地方、就是这个问题，明白了吗？好吧。这也是我造的业吗？你造的业多呢。嗯，对不起，我错了，师傅。嗯，好了。请师傅看一下我家的佛台，看一下我家的佛台，感恩师傅。你属什么？我1973年属牛的。佛台还可以，观世音菩萨都来过，好了。是的，是的，我最近这段时间天天香打雪。好啦。知道就好了。我是水牛还是黄牛呢？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爱洗澡。你自己都知道了，这黄牛啊，所以你苦啊，这黄牛啊，苦啊，嗯。那我要穿黄色的衣服吗？黄牛不是黄颜色的牛。对不起，弟子愚痴，对不起师父。那我是应该是白色的，我就稍微偏深一点点，稍微偏深一点点，好吧？哦、好了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您保重身体，感恩师父，再见。哎呀，真的，真的。喂，你好。喂。喂。喂，你好。你好，哎呀，师傅，我可打通你的电话了。哈你好不容易啊。讲吧，嗯。你给我看几个亡人好吗？请讲吧，只能看两个。不能看两个呀。啊。那你就看一看，我的妈妈苏德子儿，行吗？叫什么名字啊？苏联的苏啊，苏第二个字呢？德，品德的德。苏德啊。珍贵的珍。珍贵的苏德珍，你给他念小房子了吗？念了呀。念了呀，告诉你好消息的，苏德珍啊，苏德珍现在已经在天界了，在玉界天。玉界天。在天上。还有。很好了、啊，在天上很好了。他要念多少小房子？他要念吗？
你妈妈看上去的样子有点像，有点很时髦的，有点像外国人一样的，头发还有一点点微卷，嗯。是的吗？啊，是的，是的。嗯。那还要不要念小房子呢？我看不要了，很高的，嗯。哦，那感谢你，师傅。说师傅，我还没在家、啊。还有呢？还有，你看一下，张。啊？张，工长张。张什么？秀，秀丽的秀。嗯，还有一个英，英雄的英。张秀英是吧？张秀英啦、啊。张秀英，张秀英。没有啊，张树啊，第二个是树立的树啊，是不是秀啊？秀丽的秀啊，张秀英啊，对呀、啊，对呀、啊。张秀英、啊，哇，你念经念的蛮好的嘛，嗯，这个张秀啊念的蛮好，这个也被你念到天上去了，嗯，哦，这个也在天上，蛮好，嗯。啊，这个在哪个道啊？这个也在天道，也是在御界天，嗯。嗯，还能念吗？这个啊，这个还能念，你帮他要念54遍礼佛。哦。因为这是你妈妈是吧？喂。哎。这是你听不到吗？这是你妈妈是吧？啊，这个是我的奶奶。你奶奶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奶奶有掉过孩子、啊、嗯，是吗？啊，现在她的孩子照样还缠住她不让她上啊，所以这个奶奶你还要给她念34章就可以了。嗯，好她还能上、嗯、好了、嗯、好了好了、嗯、好啊，师傅 啊你帮我看一下你们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声音断断续续的，嗯。你听不清楚吗？现在又清楚点了，跟你讲好看两个的，你还要我看什么？讲什么？看我的儿子，他自己腰疼。你的，你的儿，你的儿子啊，你的儿子啊。啊，是啊。几几年属什么？快讲啊。啊，83年。属什么？属猪的啊，83年属猪的，哎呦，啊腰疼了，哎呀腰椎间盘有点突出啊，歪的，嗯，是吗？他是、啊、是业障病还是什么严重？我看看啊，外损伤，外损伤，外损伤啊，他你叫他睡硬板床啊，床要硬一点，嗯。哦，然后叫你儿子不要做、嗯、做不要做那种那个邪淫的事情啊，听得懂吗？嗯，好。他犯邪淫，所以他的腰不好，听得懂吗？那都是我教育的不好吧。对啊，你的儿子长得还挺帅的，嗯嗯。谢谢你的夸奖啊，师傅。我知道，所以要好好的改毛病，好吧？好了好了。哦。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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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看一下我的佛台好吗，师傅？看一下你的什么？佛台呀、啊。佛台呀、啊，佛台蛮好，有菩萨来过，嗯。是吗？嗯。好吧。嗯。你自己要、哦、好，自己要、嗯、要吃全素了，你尽量吃全素啊，以后。嗯，我呀，啊，我吃几年了，吃几年了，就是吃的不干净吗？啊？没有，我在看，好像菩萨的右面，哦、菩萨佛像的右面不有点不大干净，嗯。菩萨的右面不大干净。嗯、啊，你呀、啊？因为我是你呀、啊，你们家里有人吃荤不啦？我们家里就我和我女儿，我家吃素，那他们都是吃的。好啦。你就是千万给菩萨洗杯子的时候手啊都要干净，明白了吗？给他们做荤的一定要干净。好了，嗯。哦。好了好了，再见了再见了啊，
再见。谢谢你台长，哎呀，好不容易打通了，好，谢谢你啊。再见，再见，再见。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